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在炎炎夏日，各大江河湖泊成了人们旅游的热门去处，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有的地方甚至还可以下水解暑。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盘点下我国最美的五大湖泊。喀纳斯湖，这里是一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白雪覆盖的茫茫林海中，清澈的喀纳斯湖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着五色光彩，如梦如幻，宛若人间仙境。纳木错位于西藏的中部，是西藏的圣湖，同时也是我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在这里可以充分感受到真正的碧水蓝天以及西藏浓郁的佛教文化气息。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这里的空气尤为清新，同时也是油菜花的海洋。由于高海拔的原因，温度也是非常凉爽的，就算在三伏天，这儿的平均气温也只有15摄氏度，堪称避暑圣地。长白山天池，湖水如明镜一般被环绕在山峰中间，冬夏两季的风景更是美如画卷。在围绕天池的众多山峰中，有两座山峰中间有个豁口，天池水从豁口溢出，变成了长白瀑布，甚为壮观。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从古至今便是我国名湖之首，更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将西湖比喻成西施一样的美人。可见西湖的美已经超凡脱俗，来西湖游玩除了欣赏它的景色以外，还要感受它那种经过千年积淀的厚重文化底蕴，这样才不枉来这里走一遭。对于这五大湖泊，小伙伴们有怎样的看法呢？准备好去游一遭了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